吃饭了吗？来一个肯德基奶汁意面芝芝厚牛堡吧。没想到奶汁意面跟厚牛堡搭配起来还怪好吃的，这波给肯大爷点个赞，我感觉我还可以再吃一个。哇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现在是午休时间。刚才看同事在吃肯大爷的新牛堡，可把我馋坏了，赶紧下去整一个。到了到了，又省了一个配送费。咦，这是谁？虫虫，我碰到谁了？好巧啊！开始了吗？开始了，虫虫公主。橘子公主，我们在线下约了好多次，都说彼此没有空，结果今天竟然在肯德基前面偶遇了。女生一旦聊起护肤，就根本停不下来。一不小心就和朋友聊到了现在，都天黑了，赶紧来垫垫肚子吧。吃饭了吗？来一个肯德基奶汁意面芝芝厚牛堡吧。上面是奶汁意面，下面是120克厚汁肉饼，意面加牛堡的搭配也太有创意了。你走了吗？紧张，想要紧张的橘子。再不吃要饿晕了。奶油芝士味很浓，有鸡肉、蘑菇、培根，口感也太丰富了吧。这生菜超级多汁，和牛，它下面这个120克的和牛安格斯厚肉饼，分量太实在了，而且吃起来又厚又多汁。没想到奶汁意面跟厚牛堡搭配起来还怪好吃的，这波给肯大爷点个赞。周末奖励自己一顿碳水的快乐，谁懂啊？真太优秀了。搭配快乐水，简直快乐加倍。我点的牛堡套餐里面还有一份可乐，还有一份薯条，这个是圣诞限定款，我记得去年也吃过他们家的芝士意面芝芝厚牛堡。哇，感觉今年的新品芝士味会更浓一点，喜欢芝士的芝士控的可以冲一下，我感觉我还可以再吃一个。等餐期间解决薯条。这样吃薯条，隔壁桌的小朋友都会羡慕我吧。豆豆又来了一份套餐，咱们今天中饭和晚饭一块吃了。哇，还是热腾腾的，沉甸甸的，真的香爆了。哇，有一说一，这个奶油芝士味真的巨浓。太爽了，此刻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跟虫真的约了好久，距离我们上次见面有半个月了吧，要不就是我在出差，要不就是他在出差，结果非常戏剧的在肯德基门口相遇了，真的太巧了，可能是今天穿了红色的衣服，所以运气格外的好吧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边结束了，如果你看到这里一定要给橘子点赞评论收藏，我们下次再见，一定要好吃饭，天天开心，再会。